家里有衣服要洗的，一定要买这个多功能洗衣机，体积小，功率大，只要把换洗的衣服丢进去，转动开关，几分钟就能把衣服洗好，而且带有刷鞋的功能，平时家里穿脏的鞋子都往里扔，不伤鞋，洗得快，洗完的鞋子非常干净，用完放在角落也不占空间。